我希望我们一针一线用心设计和缝制的衣裳，能将中国文化和审美精神中最美好的部分分享给世界。文化的美好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，不仅能够美化我们的外在形象，更能够滋养人们的生命和心灵。回顾中国服装几千年的历史变迁，传承、交流、影响、创新一直在不断的上演，至今也没有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和，和而不同，以和为贵，尊重和正视彼此间的差异，力求在不同中寻找平衡。一直以来，这都是中华民族处理人际关系、家国关系、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。和体现了我们对不同文化、不同审美的开放和包容，也带来了多样性的服饰之美。未来，中国服饰向世界呈现的中国美，不能简单的概括为独立的、绝对的、唯一之美，因为那样的美似乎带有终极的，也就是完成的、静态的意味。按照中国的哲学观念，富有生命力的并不是阴和阳的融合，而是他们在对立统一之中所产生的生生不息的力量。